当你有那个症状的时候，它是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反应吗？像是心情上的？情伤啊，我那一年是有情伤，但是我那个病，并不是因为那个男生的。那个男生只是，比如说你本来就痛，你撒点盐上去更痛。那是工作上的压力，也不是工作上，家庭啊，家庭，就我自己看不开，就觉得，我觉得，但每个人家庭都有不好的，或者比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嘎嘎摇滚摇滚南宁的金对，然后所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很不幸福的女孩。你到头来我当然知道是我自己错了，因为本来父母就是很好，他们一定想要把最好的给你。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有病，除了家庭有家庭的问题，我觉得重点是我不懂得感恩，把问题放大了。